欢迎来到怀乡杂记，我是叶文英，他好像叫任一峰。喂，一峰啊，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就想考一下你噃。你知不知道我们香港现在在全球快乐指数入面排几多呢？哦，我知道。根據聯合國2018年的調查報告，香港是76嘛，真的恭喜曬喎！的確是一個令人很無奈的數字。不過今天我就想正面一點，帶你去認識一個全港最快樂的社區——灣仔。